这什么啦？案子来给你什么东西啦？警方日前查获以黄姓祖先为首的贩毒集团三人，该贩毒集团强调只卖熟客，且以槟榔代称凯他命，某知名提神饮料代称毒品咖啡包，借此来躲避警方追查。该集团由黄姓祖贤负责指挥旗下成员，由邱姓范闲担任贩毒小蜜蜂，杨姓范闲负责担任毒品的仓管，再以网络为管道贩毒给客人，强调只贩卖给熟客，借以贩售牟利。警方呼吁，现在的毒品伪装花样百出，包装成各式的零食、咖啡包等样式，警方将持续加强查缉毒品案件，贯彻政府反毒的决心。